《路德记》第一章，在世师统治期间，国内发生了饥荒。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从犹大的伯利恒前往摩押地区寄居在那里。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，妻子名叫拿俄米，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。 就在那里住下来了。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去世了，留下他和两个儿子。他们娶了摩押女子做妻子，一个名叫额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他们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后来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留下拿阿米。 既没有了两个儿子，又没有了丈夫，拿阿米还在摩崖地的时候，因为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，赐粮食给他们，就带着两个媳妇动身，从摩崖地回来。他离开居住的地方，两个媳妇也随他出发，要回到犹大地去。拿阿米对两个媳妇说：“去吧，你们还是各自回娘家吧。”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善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。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有机会再嫁，找到归宿。跟着亲吻他们，他们就发声大哭，说：“不，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回到你同胞那里去。”拿阿米说：“我女儿啊，你们回去吧。” 为什么要跟我去呢？我肚子里还有儿子，做你们的丈夫吗？走吧，我女儿啊，你们回去吧，因为我太老，不能嫁人了。就算我说我还有希望，今天晚上有个丈夫，又生儿子，你们可以等到他们长大吗？你们可以为他们守节而不嫁人吗？ 不行，我女儿啊，我为你们非常难过，因为耶和华伸手对付我。他们又放声大哭，额尔巴就和婆婆吻别，路德却舍不得离开拿额米。拿额米说：“你看，你嫂嫂已经回到她同胞和他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嫂嫂回去吧。” 路德说：“请不要逼我离开你，回去不跟从你。你到哪里去，我也要到那里去；你在哪里过夜，我也要在那里过夜。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死在哪里，我也要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。如果我离开你。” 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。拿俄米看路德坚决要跟他走，就不再多费唇舌了。他们双双上路，来到伯利恒。他们到达的时候，全城都因他们的缘故骚动起来。妇女们说：“这是拿俄米吗？”拿额米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叫我拿额米，叫我马拉吧。” 因为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。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？耶和华折磨我，全能者加害于我。拿俄米就这样回来了，他媳妇摩押女子路德随着他从摩押地回来，他们到达伯利恒。 正式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，《路德记》第二章，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有个同族的亲戚，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：“让我到田里去，我在谁的眼前蒙恩，我就跟在谁的背后捡麦穗。”拿阿米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尽管去。” 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里，在收割的人背后捡麦穗。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同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。波阿斯刚好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：“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他们回答：“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”波阿斯问那、啊、监督收割的仆人：“那是谁家的姑娘呢？” 监督收割的仆人回答：“她是跟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摩押女子。”她说：“请让我捡一点麦穗吧，让我跟在收割的人背后，在禾捆堆中捡些零碎的穗子。”于是她来了，除了在房子里休息了一会儿之外，从早晨到现在一直都留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：“女儿啊，听我说。” 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常与我的女佣人在一起。你看他们在哪块田里收割，就跟着女佣人去。我不是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吗？假如你渴了，就到水缸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：“我是个外族人。” 为什么会在你眼前蒙恩、蒙你关照呢？波阿斯回答他说：“自从你丈夫去世以后，你对婆婆所行的，和你怎样离开父母与出生之地，来到素来不认识的人中间，这一切我都知道的很清楚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。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。” 愿他充充足足酬报你，路德说：“主人呐、啊，但愿我在你眼前蒙恩，虽然我连你的卑女都不是，你还是安慰我，对我这么好。”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布阿斯对路德说：“你过来吃一点饼吧，拿饼块蘸在醋里。”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来。 波阿斯把一些烘好的麦穗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剩下的。他再起来去捡麦穗的时候，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：“就算他在河捆堆中捡麦穗，也不可以辱骂他，甚至要故意为他从河捆中抽些出来，留给他去捡，千万不可责备他。”路德就这样在田里捡麦穗。 直到傍晚，他把捡来的麦穗打了，约有二十二公升大麦，然后带回城里去。路德把捡来的麦子拿给婆婆看，把吃剩的给了婆婆。婆婆问他：“你今天在哪里捡麦穗，在哪里工作呢？”“约那关照你的人蒙福。”路德就告诉婆婆他在谁那里工作，说。 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工作，南阿米对媳妇说：“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。”南阿米又对他说：“这个人是我们的亲人，有买赎权的一位近亲。”摩押女子路德说：“他还告诉我，紧跟着我的仆人捡麦穗。” 直到全部收割完毕，拿俄米对媳妇路德说：“我女儿啊，这样才好，要与她的女佣人一起去，免得在别人的田里遭受敌视。”她就紧跟着波阿斯的女佣人捡麦穗，直到大麦和小麦都收割好了。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。路德记第三章。 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是应当为你找个归宿，使你得到幸福吗？你常常和他的女佣人在一起的波阿斯，不是我们的亲戚吗？他今天晚上要在河场上搏大麦，你洗个澡，抹上香膏，穿上斗篷，就下到河场去。不过那个人还没有吃喝完毕。” 别让他认出你来。等到他躺下来，你要弄清楚他所躺的地方，进去先露他的脚，然后躺下去，他就会告诉你该做什么。路德对他说：“你吩咐的，我就去做。”于是他下到河场去，照着婆婆吩咐的一切去做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舒畅。 就去躺在麦堆的旁边，路德悄悄地来，先露他的脚，躺卧下去。到了夜半，波阿斯惊醒过来，一翻身就看到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边，就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回答：“我是你的悲女路德，请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悲女，因为你是我的有买赎权的近亲。”波阿斯说。 我女儿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幕后表现的爱心比起初更大，因为年轻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我女儿，现在你不要怕，你所说的我一定去做。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惠的女人，不错，我是你那有买赎权的近亲。 可惜还有一个有买赎权的近亲比我更亲，今晚你就在这里过夜，明早如果他肯尽买赎你的本分，好就由他来履行；假如他不愿意这样做，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我一定尽买赎你的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吧。路德躺在布阿斯脚边直到早晨，因为布阿斯说过。 不可以让人知道有女人来过河场。路德就趁天色未明，人们彼此无法辨认的时候就起来。他又说：“拿你所披的外衣来，把它打开。”他打开了，他就量了六簸箕大麦放在他的肩上。路德就进城去，到他婆婆那里。婆婆就问：“我女儿怎样了？” 路德就把那人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婆婆，又说：“他给我这六簸箕大麦，对我说：‘不要空手去见你婆婆。’”然后你说：“我女儿，你尽管安静等候，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了结，因为那人今天不把事情办妥，绝不歇息。”《路德记》第四章。 波阿斯去到城门，坐在那里。波阿斯所说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，刚巧路过那里。波阿斯说：“喂，老兄，过来坐一下吧。”他就过去坐下来了。波阿斯又邀请城里的十个长老，对他们说：“请坐在这里。”他们就坐下来了。他对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说。 从摩崖地回来的拿俄米，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我想把这一件事告诉你，请你在众民的长老，还有在座的各位面前把它买下来吧。如果你肯赎就赎，假如不肯就说出来让我知道，因为除了你当赎他以外，我是第一候补。那人说：“我肯赎。”博阿斯说。 你从拿俄米手中买下那块地的时候，你也得娶已死的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，使已死的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。那有买赎权的近亲说：“那我就不能赎他了，只怕损害了我的产业。你可以赎我当赎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赎了。”从前在以色列，无论买赎或是交易，决定什么事。 当事人就要脱鞋给对方，这是以色列中作证的方式。那有买赎权的近亲对波阿斯说：“你自己买下来吧。”就把鞋脱下来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人说：“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，所有属于以利米勒、基连和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买下来了。” 我也娶了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做妻子，使已死的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，免得他的名字在本族本乡中除掉。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，聚集在城门的众人和长老都说：“我们都是见证人。”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人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二人一样。 愿你在以法他显大，在伯利恒扬名。愿耶和华从这少妇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做妻子，与他亲近。耶和华使她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妇女对拿俄米说：“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” 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买赎权的近亲，愿他在以色列中扬名，他必苏醒你的生命，养你的老，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，有他比有七个儿子更好。南额米把孩子接过来，抱在怀中，做他的保姆。邻近的妇女要给他起名字，说：“南额米生了孩子了。” 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，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。以下是法勒斯的后代：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萨门，萨门生波阿斯。 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